Is it about control? Losing the grip you get on. Turn to the sea. I don't know how you find me. Never too late to get up. Maybe it's not as hard as you think.它这个店的氛围更契合在清迈，就是它整个这个店的院子的空间比这个室内的空间要大得多。今天在这边遇到了一个经常看我们视频的一个澳门的小姐姐，就在这边聊了很多，很开心。谢谢。这边的咖啡好喝不？很好喝。对的。对，而且环境很好。我刚才点了一个意式的，我感觉很好喝，所以说我又点了一个单品的。这边那个小姐姐她帮我做的。我还没有喝过澳门的咖啡，那这个应该是我喝到我的第一杯澳门的咖啡了。啊。哦，你换成燕麦奶。对，我最近才开始研究你这台相机，因为我在用富士嘛 ，TX30， 是小一点的那一台。那你要喝的这个咖啡吗？好喝的，但他们也马上要打烊了。因为我是拍自拍的嘛，如果要是没有广角的话，自拍就到这里。对，可是你的广角的那个背焦，我跟你的镜头 say hi。啊，是吧？没看到。对，我就喝这个了。哎，你懂烘焙你点懂啊？普通话。擂茶。试一下。哦。全部冇咖啡噶，即系绿茶同埋普通茶。佢啲咖啡好少，唔系擂茶。我啱啱佢一讲，我话皮茶。哎，你们广东话是也是叫陪茶是吧？陪茶，是吗？很好喝耶。我没有喝过这种。这很加糖那种咯。哦。没有糖，没有甜味的那种。嗯。冲一个挂耳咖啡喝。我现在住的这个民宿，他们这边呢就有一个小的厨房。它是咖啡店和民宿一起的。我那天跟那个老板娘聊了之后呢，她就很欢迎我来她这边住嘛，她就给我打了一个折。然后她还很开心地跟我说，如果有你的观众以后要来泰国来玩，来她这边住的话，她可以给10%的折扣。10%的折扣还是可以的，是吧？最近呢，我联系了几个咖啡品牌做团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咖啡豆。还有磨豆机、滤杯，就是谈了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到时候我会创一个团购群，当然我也会偶尔直播来做一做，能帮大家争取到谈到一个比较好的价格，让大家能便宜一点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帮大家争取一点这个福利，那我也很开心，对不对？In Thailand, it's the first time for you. Yeah. You fill the form inside, okay? 你看这边的话，它的这个辉瑞的窗口是比较多的。Yes. The filters are 2 or 1. Let's say for medical way, it considered like a booster dose.Today certificate, you use it together with your previous one. 因为我前三针打的是国产的那个武汉的那个疫苗嘛，然后补了一针这个辉瑞的。嗯，
小伙伴们，我昨天不是去打了那个辉瑞的疫苗吗？哎呀，我感觉这个辉瑞的疫苗太猛了，打完了之后我今天就有点就是低烧，我就躺在这个床上躺了一天了，浑身无力啊。我感觉打完这个疫苗比那个时候感染新冠都严重。哎呀，我的天！Mazda的这个手墨，这个设计的是真漂亮，重量还是有点蛮重的，吸得很紧。然后这也是一个吸铁石，是这个拿出来扣上卡住，就是这样子磨。粗细的是直接拧就可以调。下边这个底座它是卡着的，它粗细不是在这里调的，就是在上边来调的。这个可以就是卡在手磨上的，把手摇磨变成一个电磨的这个小的小器具，看跟这个是一套的，对吧？卡上来就是将近1000块钱。这个墙上还有这些滤杯、手冲壶，还有全自动咖啡机。这个磨豆机其实也蛮好用的，这也是 Hero 的。Heroia 的这个秤刚上市的时候我就有玩过测评过，分离式的电子秤嘛，这个是磁吸的，一吸吸在那个咖啡机上，然后呢这个是称重的，就这店里边是卖17500泰铢除以5。这边还有这个烘豆子的，转着烘豆子的，哇，20000泰铢呢，差不多也4000块钱哦。This vessel is bar number 3. How about the filter coffee? Filter number 9. 手冲的这个颗粒，你看下边也是会有一些这种吸附的静电。And how much is this one?14900. So what's the size of the burr? 47. 47. Yeah. 研磨的时候的这个握持感感觉不是特别特别的稳，就是我把这个套子往上移一点，看能不能握得更稳一些。它上边是空的嘛，它会蹦出来这个咖啡豆出来，的确是磨得好细好细好细，但是磨起来感觉好重啊，而且它这个是能磨土耳其的粗细度的。它这个校园太大了，逛了好长时间，好饿，也不知道他们学校有没有食堂，混到食堂里面吃顿饭。 Excuse meSo is here any restaurant here or food court in the campus? I think it's all closed right now. Yeah. You have to go to the mall. Oh, okay. Right there. Which one is closer? Oh, thank you. You too. Have a good day. Fire tiger. It's the boba. Boba. The first one. Here. Do you want to call me that?Your apron looks very beautiful. The apron. Yeah, the tiger. The leopard cell. Oh, thank you. 这个看起来好赞是吧？他们这个生意其实还挺好的，就是30块钱一杯，这个在国内也是天价了，更不要说在泰国了，对不对？里边的这个珍珠小料，好喝是挺好喝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可能30块钱啊不怎么值，那20块钱我能接受。The papaya salad and this one. How much is it? 100. Is it? So you mean buy this get this one free? Yes. 这个是送的。他每个切开了之后还都让这个人去，就是用
那个纸按一下，应该是看它这个够不够硬，对不对？然后呢，它这个一个一公斤是170泰铢，就是差不多不到35块钱。我的那个呢是450泰铢，可能就是90块钱吧，80-90块钱。OK，Thank you。这是找了，找的钱。他这个生意也太好了，这个小哥一直在切切切。这个深夜榴莲走起来啊，我去，这味道真臭，来一口。我去，像棉花糖一样软绵绵的，太屌了，这个来一口。哇，这个地方环境太好了吧。在拍摄我就没有好意啊，是吗？对。哎，你是哪里的？广东深圳。啊、哦，深圳的。没有，我其实之前是还去了印尼，然后刚从雅加达过来。啊，我相当于是外派出差。对，我相当于住的东南亚。这个就非常的傲视了，这种感觉。Thank you。这是我见过最小的 dirty， 太 mini 了这个。哇，这个看太有食欲了，这个太赞了，这个看起来，这是牛肉对吧？鸡蛋，这个是sun-dried tomato， 这个是风干番茄，这是一份标准的这个土澳大早餐，这种感觉。关注我的，他们可能也有在这边做生意的吧。然后他们一见我就说，你是直的还是弯的？在见你之前啊，我一直在怀疑这个。你到底是直的还是弯的？你自己孤身一个男的跑到泰国来，然后这边男女比例1:7啊，但是这边真的是太开放了。反正我是发现这个城市真的太包容了，他们肯定是非常多的，因为城市之前也很富裕。然后你像这边的原因，不是你靠给加班工资，他们就愿意给你干活加班了。要按我们说的话，是叫国企，挺大的这个。那两个小哥在发货啊，你看。So this you only do the wholesale? Yeah, retail. Oh, okay. Thank you. So there are 10 bags in. 你什么时候都偷偷把它买了？哎呀，这不很正常吗？等一下，我请你吃个啥吧？别。60分钟，250泰铢。哇，出了一身的汗。我的话，等一下按一下背和肩，这个包，真的很重的，一天背下来。可以。擦脸，哦，好的。